早晨啊，嚟到6月27日星期四啦，欢迎收睇今日嘅《热天开始直击》，我系 Ivy 同阿叶。咁今朝仲有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 Kimmy 啦，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啊。早晨 ，Kimmy。早晨 ，Irene。咁啊，见到寻晚美汇啊、美债息都升啦，不过美股都仲可以反复靠稳到啦。咁恒指啊，其实收跌过百点嘅。今日啊，期指结算日啊，咁点样走咧？我哋会睇住啦。咁当然一定要问阿 Kimmy 第三季点样展望啦，美股呢只港股啦。咁大家有啲咩个别股票疑难嘅话，都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我哋啦，电话就系9613389啦，或者喺节目留言区嗰度留言啦，讲低你个名同埋想问嘅股票问题嘅。依家先睇睇隔晚外围嘅市况。投资者等紧星期五公布嘅通胀数据啦，美债息就回升噶，十年期债息升穿4.3厘，美汇指数走强升穿106，日元跌穿160对每美元嘅关口，创下38年新低。市场关注日本央行会唔会出手干预，话道指星期三低开之后啦，曾经跌咗超过200点啦，之后收复失地噶，咁收市微升15点，报39,127点，标指反复升0.16%，报5,477点啦，纳指升近0.5%。报17,805点嘅，欧洲股市就继续偏软。商品市场方面，美元转强啦，金价一度跌咗超过1%嘅，失守每安士2,300美元。睇下焦点美股啦，电动货车生产商 Rivian 啦获大众汽车大举注资，股价炒高23%，Tesla 都升咗4.8%噶，亚马逊升3.9%，咁就系最强嘅道指成分股，市值首度突破20,000亿美元，苹果都升咗2%。而芯片股 NVIDIA 舉行股東會，股價反覆升0.2%。收市之後公布業績嘅美光科技股價升0.9%，咁但盤後股價急跌嘅。季績雖然超預期，咁下季嘅指引咧就唔夠亮眼嘅。睇埋中概股同埋 ADR 嘅表現啦，咁啊騰訊、美團、百度都比起本港嘅收市價跌咗大約1%嘅。騰訊截算報378.09元啦，百度截算報86.11元，阿里巴巴跌0.6%，京東跌0.5%，網易比港股嘅收市升0.3%。匯豐控股 ADR 截算報68.26元啦，比本港收市價微跌0.1%嘅。友邦、港交所同埋建行比本港嘅收市咧都跌咗大約1%嘅。咁啊，至於比亞迪股價咧就跌咗大約唔夠1%嘅。跟住我哋睇睇今朝早外围嘅市况啦，咁啊亚太区股市方面啦，咁就普遍都向下嘅。咁啊，其中日本股市啦跌咗0.1%左右嘅，日经平均指1%左右嘅吓，咁啊日经平均指数39,306点啦，跌咗360点嘅。南韩股市跌幅咧都挨近1%嘅。咁啊，至于呢个澳洲市咧跌1.4%啦，新西兰股市跌0.6%左右嘅。咁我哋睇埋呢个嘅道指期货方面啦。都要偏軟嘅，39,400点跌140点，跌幅0.3%左右啦。納指期貨跌0.6%左右嘅。至於呢個嘅恆指黑期啦，咁都可以預示陣間港股有機會可能都要低開啦嚇，因為黑期都跌緊過100点嘅。我哋先同 Kimmy 傾傾個外圍嘅最新一啲消息先啦。咁最近大家都好關注就係個芯片股啦，因為高位有個即係整固或者調整嘅壓力啦。咁尋晚其實就芯片股兩大事件嘅，一隻就 NVIDIA 舉行嘅股東會啦，咁但係出到嚟，大家認為消息面就比較平淡啲。咁另外一隻就美光科技，咁就收市之後先公布業績啦。咁頭先都提到就係個業績其實係超預期，咁但係指引似乎市場唔係咁滿意啦。咁你自己可唔可以幫你即係解讀一下？因為見到盤後個反應就係市場一定好滿意啦咁樣。咁呢個芯片股最近個調整係咪未完？會唔會真係繼續捱沽咁？暫時都會睇咧，芯片股嗰個調整咧都會繼續持續嘅。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嗱，今個禮拜咧其實咧如果真係外圍消息嗰方面，大家嘅聚焦點咧就一定係放喺美光科技嗰份業績度。另外，美光科技之外咧，我哋就會留意翻咧，就係禮拜五啦，美國將會公布5月份嘅 PC 物價指數，顯示翻咧美國喺今年下半年嘅時候有冇機會咧就有一次嘅減息嘅。咁但係咧出到嚟美光科技咧嗰個業績咧，大家其實咧就比較對佢要求高咗少少啦。咁其實咧講真，公司咧舊年嘅時候係虧損噶嘛，咁啊今年咧終於咧都見到咧係按季度嗰方面咧，亦都係實現一個幾好嘅業績增長啦，甚至嗰個增長率咧係大幅增長去到82%。不過市場嫌佢唔夠再好啲，咁所以點解調翻轉咧？見到盤後咧個股價都要跌超過9%，加上咧佢比嚟緊嗰個 sales guidance 咧個銷售指引嗰方面咧就唔夠強勁啊！市場覺得佢仍然咧都係覺得咧有啲保留，因為我哋嚟緊都係睇緊成個 AI 嘅佈局嗰方面嘅話咧，會發展去到可能咧 AI 機械人等等嘅
範疇嘅。咁所以其實去到琴日啦，英偉達嗰個嘅股東大會嗰方面咧，都有揭示過咧，下一個咧佢哋認為咧係會令到成個 AI 嘅市場再有下一輪嘅爆發咧，就係講緊 AI 嘅機械人啦。咁其實喺之前咧 Tesla 嗰個股東大會嘅時候咧 ，Elon Musk 咧佢都有去揭示過，就話嚟緊佢哋喺下年嘅時候就會賣佢哋旗下 Optimus 嘅一啲嘅 AI 機械人，今年年底咧就會完成生產嘅。咁所以如果所有人都睇好成個 AI 嘅需求仲係咁熱切嘅時候，但美光科技呢一隻嘅芯片嘅公司，佢睇到個 Sales Guidance 嘅銷售指引咧，未如我哋市場預期咁勁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就自然咧令到咧成個嘅芯片板塊啦，琴日都有一個明顯嘅回調嘅。咁所以大家都係望住佢嚟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芯片板塊延續到一個比較強嘅強勢啦。咁但係無奈咧就見到咧唔太理想。咁所以我哋現階段咧都會睇住咧就係成個嘅即係美股嘅 AI 芯片板塊啦，都會有一個升勢慢慢放緩嘅狀況嘅。因為畢竟如果你睇翻咧成個 AI 相關嘅股份咧，其實已經由舊年第四季度到依家今年，其實已經第二季度嘅升勢咧已經係非常之強勁。除咗四五月嘅時候休息過一陣，咁但係隨住咧英偉達嘅業績啦，同埋佢宣布分拆之後咧，已經見到個股價咧節節向上㗎啦。咁但係美光食唔到個勢啦，冇辦法啦。咁所以暫時回一回氣。咁所以最近你見到反而咧市場咧調翻轉喺美股咧係會炒翻啲舊經濟板塊，特別咧炒翻啲新能源汽車嘅。咁所以琴日調翻轉接力咧係見到 Tesla 啦、快拉大未來啦，甚至係 Rivian 啦呢一隻股份，因為有一個嘅外來嘅股東入主去投資啦，所以見到咧新能源汽車板塊調翻轉係升勢咧係可以維持住。咁所以我哋會睇納指嗰個升勢咧會有一啲嘅稍微放緩嘅跡象，而芯片嘅板塊嘅升勢咧亦都冇舊年第四季度咁強勁嘅。即係芯片板塊個龍頭就可能要歇一歇，咁但係好彩都仲有啲即係接力，即係 Tesla 之類頂住。所以納指雖然可能個升勢冇咁勁，你就覺得可能都即係可能慢咗啦個升勢咁樣。咁但係如果整體個市況都要問一下啦，因為尋日仲有一個外圍焦點就係個日元啦，咁啊就好弱啦，咁就所以美匯都繼續強啦。嗱咁啊美股相對叫頂得住嘅。我哋第三季關注就係究竟聯儲局幾時開始減息啦？因為其實元即係個日元弱都可能有少少關係個即係日美息差，可能一路都收窄唔到咁樣。咁就另外就係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個戰況咧，十一月初就即係個大選啦。咁其實大家首先可能要關注就係今個禮拜香港時間星期五朝早就會有總統大選的首場辯論啦，咁樣咁究竟啦，即係聯儲局議息啦，以至係即係總統大選點樣左右美股嚟緊第三季個走勢咧？其實冇意思，唔緊要，歇一歇先，歇一歇，因為見到咧 yen 升得太急咧，未長，所以咧有少壓親。咁其實大家見到琴日咧美金咧個走勢係真係確實非常之強勁，因為其實已經去翻差唔多106呢啲位置。嗱，去到106至到107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已經係對上嗰次咧即係美金咧最強嘅呢一個阻力位，呢一個位置已經去翻咧舊年咧我哋講緊嘅第三季度尾，因為我仲記得咧喺舊年第三季度尾嘅時候咧，美股嘅回調都係比較強勁嘅，因為當時係見到大家都係覺得唉好暗淡啊，即係覺得美國嘅經濟數據太強勁啦，冇機會喺2024年嘅時候係會講緊減息啦，咁所以咧突然間都會見到咧美債息咧係抽升去到差唔多接近咧4.5% 至4.6% 呢啲位置嘅，不過留意翻咧，其實依家美債息咧都係未去到一個抽升去到好強勁4.6% 個十年期債息呢一個位置，反而咧美金咧就係單日咧抽翻上去到106呢啲位置嘅時候咧，照道理咧阻力位應該咧就要喺107-106呢個位置咧就見阻力應該落翻嚟嘅。咁但係如果佢個升勢真係非常之強勁，去到今個禮拜五公布完呢個 PC 物價指數，如果五月份個 PC 物價指數冇放緩咧，咁就有機會可能咧再試107呢一個位置啦。咁呢個係值得留意嘅。咁日元就弱啦，因為大家都見到日本央行都冇出招，出招做咗啲咩咧？就係、是、出口術咯。前嗰兩日就講咗句就話，24小時會睇住個匯市會進行干預，都106啦。